他要干什么，他的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留学，就是让政府最后无奈之际的时候，他用屠刀来对着他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的擦亮眼睛，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知道为你奋斗，我不知道你现实。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有人说是什么什么什么人物名流，拼命的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最终。李强强的之前把我们拉紧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就是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我现在都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个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他辗转到了法国，跟第一任夫婿封从德离婚，后来赴美求学。十年前跟第二任美国丈夫共同创立了科技公司。当年的六四学生领袖柴玲，现在是美国一家教育软体公司的总裁。回顾二十年前那个拿着大声公站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的女学生，也感叹岁月流逝。I cherish those moments, and that was the most gorgeous time of Beijing, most beautiful time.The hope will continue for Free China, to study well, to be prepared, and try to also do some good things. 这是柴玲对现在中国学生的期许，只是她回到中国的机会依然渺茫。